女子画像，应是思慕之人。对心上人还对别人那么好，白白让人误会。你要是喜欢的话都拿去吧。我不喜欢谁。此物少有，给你就收下。既然少有，那就要送给那些真心想念之人，何必浪费时间在别人身上，既难以讨那人欢心，又叫别人为难。我后院还有衣服，先走了。Later.